原话，全力打，全力打。全国道教后援总会成立，会员动算喊得好，被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拦屌屌。但吴敦义的好心情似乎是因为自己确定排在不分区的安全名单中。没有宣布怎么知道呢？都是揣测。那你考虑的怎么样？那考虑的怎么样？现在还不能说啊。传出吴敦义的名次可能是七、九或十一，都还算安全名单之内，哪一个最有可能？吴敦义现场跟记者玩起猜猜乐。七、九、十一都还不错。七啊。哎，就好久。主席觉得太后面是不是，主席觉得太前面还是太后面？主席，部长是觉得不错吗？反正不会是排第一就对了。那第七名觉得怎么样？第七名，你是喜欢007电影？连007都出来了，吴敦义似乎对七情有独钟。不过安排自己进入不分区，一样是党主席的柯文哲却对吴敦义摇头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摇头来摇头，这样，我讲哦，这。好了，我不可以，我要忍住，我不可以讲。另外，国民党团总召曾明宗、全国农田水利会长林文瑞也在不分区安全名单中。女子组部分，前景大教授叶玉兰、现任不分区立委童慧珍也在积极争取中。11月中名单就能拍板。华语新闻林继祥、黄运成台北报道。